受伤完全不会，这个老师就是那个表情就充满了自信啊！哎呦，我们这个周代祥老师是台湾唯一一位在英国跟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表演的魔术老师。哎呦，这个好。其实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表演，我心情还蛮激动的啊，因为之前时间上的关系啊，一直没有机会能来大魔镜的现场录。是，对，今天我总算如愿以偿。哎呦。其实我们邀请他也蛮多次了，对，那可能是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级数跟这个身份啊，哦，这跟那个我们几位平时也有关系，有点差距，哎，所以说呢，他也有一些某些地方的坚持的。哦，那你请我来表演呢 ？OK， 啊，对，但是这个我说奖品的部分能不能就是敬谢明谢贵宾？对，哎。我相信接下来应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这边表演我最喜欢的魔术给大家看。哎呦，是不是？我刚觉得他那种感觉上就像是讲优雅跟神秘感，而且很有架势。哎，架势！我相信他其实一定有很多那种大家平常没看过的魔术。对，希望常常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好，谢谢，好吧，非常谢谢我们这位周代祥先生。